就没有烦恼了，走了就可以看见万良了，看见美娟了，看见你二哥了。雨秋，雨秋啊，姑妈想你啊，姑妈真想你啊。秋，你妹妹走了，现在你弟弟也走了，朱家就剩下你一个了。你爹身体不好，往后要好好伺候他。姑姑，晚秋啊，告诉万良和他媳妇儿要好好的过，早点给我生个白胖小子，姑妈就像当初带你们仨那样给他带好了，姑妈也给他梳小辫儿，跟你们一样的梳辫子，小小子头发长，编辫子求到娘，儿是娘的心头肉，梳呀梳呀梳得忙，左一缕右一缕，编起富贵与栋梁，一梳梳。
我想请今天的来宾呢，欣赏一下我们教会学校苗族小学警唱诗班的汇报演出。放心吧，我和万良会好好干的。20多年前，德国有一个看林子的人，发明了一种能用两只脚蹬着跑的车，叫自行车。但是我要说的是呢，在云南有很多地方和民族是非常看重女人的，这正是云南的进步之处。孙先生啊，我虽然不是贵族出身，也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事理，可我是曾经参加过巴黎巷战的工人，我不希望我们法国再出现波拿巴王朝和拿破仑皇帝。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见你们的官府，搭救你那位亲人。谢谢，我已经走通了里面的一个狱卒，他答应我及时向我们通报消息，
这个人曾在马帮干过，可惜啊，现在只是个小狱卒，别的忙他也帮不了。不管这么说，能知道立敏的消息对我们已经有很大帮助了。已经定成侵犯了，晚了，来不及了。大人，他可是抗法英雄啊，而且险些丢了性命。可他现在还在抗法。我知道，他是犯了王法，就不能变通了吗？王法，王法，王就是法，变通变通，王变才通。你能找到皇上那儿去吗？大人会这么发落他呢？这就要问你们的公使大人了，他告到了总理衙门，才有了这个侵犯。怎么，你也是来替他求情的？是的，我不希望秀禄也伴着血腥。血腥早在中法之战的时候就泼出来了。你们死了这份心吧，朝廷钦定勾结惯匪谋反作乱，光十几条官兵的性命他们就死定了。行了，拿回去吧，我还要头上的顶子呢。传我的话，想见死囚犯让他们见。是。谢谢。好。谁是你二哥？我不认识你。那你总该姓闵吧？对，我是姓闵。大丈夫生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可姓闵的多了，都跟你有关系啊。二哥，云儿，大哥，都很牵挂你。你放心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救出去。站住！是姓闵，可跟你认识的闵家根本就不搭界。我杀了十几个官兵，犯的是死罪，你就别跟你那门子亲戚招灾惹祸了。还不给我滚！哥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吵什么吵，老实点，滚，快给我滚，滚啊！没事没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就别费口舌了，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天了，没少劝也没少说，没用，他就一口咬定他叫阿坎，是傣家人。
他是不想连累家里人。我们在刑房一块受大刑的时候，他连吭都不吭，连眼睛都不眨。他可真是条汉子。你想想，连死都想好了，谁还能让他开口说真话呀？啊，好兄弟，都怪哥哥安排不当，让你遭这样的下场。哎，命中注定。也许是我过去为非作歹的一个归宿，我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。您看我现在吃得饱睡得香啊，要说可惜，只可惜老总办那么看重我，我没给他办成几件事儿。兄弟，以后还麻烦你多照顾他了。这个你就放心吧，虽说我们是萍水相逢，可是毕竟要一起下地狱嘛。放心放心。干什么？饿了，找口饭吃。你都会找，我这肚子还咕噜噜叫呢。去去去去！大哥，我饿呀。去去去！大哥，走，你就休息好吧，大哥。快点走，听到没有？能吃就行。怎么回事？讨饭的想找吃的，轰他还不走。是不是想知道什么事情？嗯，跟我来。阿敢就压在里边，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他来的？啊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他的亲戚。啊！他是不是还有家眷？如果有的话，请你告诉他们，阿坎犯下的是谋反作乱的重罪，他没救了。他很可能过几天会被押往昆明，如果他的家眷想去看他的话，可以到天河马店。记住了吗？啊，昆明，天河马店。真是不明白，既然人家那么拼命救你，你怎么就六亲不认呢？谁也救不了我，
我也不想让别人救。那你总得说出心里话吧。用不着了。那你就不想知道人家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？我从村老大那里啊知道不少事儿。每当他想念离开他的夫人时，没少向我念叨你们家的一些事儿。怎么想听听吗？我都知道，我曾经多次潜入过昆明，到我们家的坟前祭奠过。大掌柜，嗯，哎，小三子，弟子二号房的客人可都是贵客，咱们可得好好照顾，千万不能有半点的怠慢和闪失，都记住了吗？是。人非草木啊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看得出来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等着挨刀就是了。
晚秋，你别拦着我，我要给万良和美娟整理衣服。你慢点，我帮你拿。哎，好，别老搀着我。你慢点，慢点。我没事。老总办，宋国都回来了，我把他和大姑老爷都请来了。老总办，见到华州了吗？见着了，也见到了爬武，他们关在一起。他对你怎么样？形同路人，死不相认，只承认自己叫阿坎，是傣家人。后来我问他姓不姓闵，他承认了，他只说大丈夫生不更名，死不改姓，照样回避。事到如今，认不认的都无关紧要，既然一口咬定与闵家无关，这倒让人放心了，免得连累了闵家。可对于闵家和秋嫂子来说，总得搞清楚啊。哦，对了，在衙门外我撞见了在工地见过的傣家年轻小伙子，他对二哥的下落和结果也很关注。他们是同伙吗？不完全是。在外面另找了？对，很可能跟傣家关系更深了。情有可原。当时华州是在那种情况下娶的余秋，余秋又是那种身子。哦，我告诉那个傣家年轻人，说二哥要被押往昆明，如果他的家眷要去昆明的话，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到天河马店。岳父，我算了，你也不必过分愧疚了。华州是误会这一切了，他以为我们是在给法国人干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救他，不管有多难也要救。黄唐，华州是你的弟弟，是玉秋的丈夫，也是万良和美娟的妹夫。啊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为了这条铁路，搭上了两家人的性命。我现在只希望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再大的悲痛也得咽下去，只有这样才能救得了他。由我来救，我们一定要保住闵家。
夫吗？你慢点，我扶你。天都黑了，怎么还不开饭呢？万良身子弱，要多加营养。姑妈，您当心点。这万良啊，万良，肚子饿了吧？怎么不开饭呢？啊？老姐姐，就开饭了，就开了。你头发怎么又乱了呢？快，姑妈给你梳一梳，去，去拿梳子来。哎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快去坐下，我给你重新扎一下辫子。左一缕，右一缕，编起富贵与栋梁，一梳梳到凌霄殿，玉皇见到喜洋洋，二梳梳到瑶池宴，王母仙桃让你到喜羊羊，二叔叔到瑶池宴，王母仙桃让你尝，三叔叔到广寒宫，嫦娥归酒招待忙，左一缕，右一缕。姑妈，姑妈，姑妈，你醒醒啊！姑妈，玉香姐，想开些吧，不要让别人知道了。要是土司知道了，他会帮助官府的。修路的该出工了，带上家伙的白塔集合了。玉香姐，我该走了。玉香姐，你千万不能去啊！待在家里会把我闷死的。待在他去过的地方，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那华仔呢？华仔送到他外婆家去了。他会喊着闹着要阿爹的。阿牛，你就让我去吧。
阿门先生，别着急，你看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大哥，怎么样？已经起劲好几天了，估计可能已经快到昆明了。已经起劲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可能是你去报信的那几天，听说朝廷非常看重这个案子，看来我们应该火速赶到昆明。好，你马上收拾一下。是。怎么就这么悄悄的上路了？我们还要想办法救他呢。估计已经快到昆明了，有什么事到昆明再说吧。等等，你能告诉我那是哪个寨子的吗？一个土著草民，就不劳您记住了。我要是特别想知道了。您只要记住，我们傣家人是非常重情义的，就足够了。土方工程的承包之人，恳请大人允许对破坏铁路的戴罪之人施以仁惠。请吧。谢大人。给我，兄弟，喝一口吧。喝口吧，睁眼看看我们。何玉祖啊，这是代表天和马殿的心意。喝一口，
十年大河奔流依然。小装置好。